创新行动寻找问题。这个创新行动，我们的目标是团队成员列举出关注到的问题，并展开讨论，票选出团队最希望解决的议题。那么我们的行动步骤是：第一，列出难题，发给每个小组一张白纸，请他们写下当前最关注的议题，并列举出1到3个需要解决的问题。第二，策划短句，每个小组5分钟时间策划一场短句，借此向其他小组说明这个难题。第三，情景再现，请每个小组表演他们的短句，每组大声地念出他们的议题以及他们尝试解决的问题，并将列举出来的议题和问题贴在墙壁上的大白纸上。第四，请在最重要的问题上投下一票。等所有的表演结束之后，请每个人在他们认为最重要的问题旁边投上一票，这样每个小组就票选出他们在接下来的项目当中需要解决的问题。最后，请大家配合我们的工具训练卡，将我们的创新行动列在上面吧。